还是放眼吧，暂停一下。看见啊，这甲沟炎这家伙发炎了，刚才消了些毒，不消毒啊，他一会儿就要。哎，我这搁这才洗完澡，蒸完了，我搁这修脚这块整的鸡眼呢，还没排上呢。你在哪儿呢？哎呦，这家伙！你啥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，一会儿上栈道走圈去呗，一会儿开飞机呢。你这脚。出来吧，这个家伙，这个家伙，人家根儿拉里面了啊！这玩意儿，暂停一下。行，你想想，还不愿意出来呢，还傻。暂停。出来了。行，九姑爷。来之前你就打个电话。暂停一下。老师说这眼你看这都冒血了，我冒血我爷说不算的，得跟你妈商量。再见哥，说话啥事儿？四周我都把你电话留下。行。甲沟炎啊，家伙发炎了。挺重，你往上一点，你别挡我光。对，挡我光不行的，这搁里面扎的。找准切了啊！活。